们又最近我们又都有通电话跟常聊哈。很尴尬啊！对，我们现在董事长在多呼吁一下市民不来投公投。今天是希望大家多关心一下吴政委。新闻奖，因为希望新闻能够做得更好。好，谢谢。来到这边自享新闻奖啊！谢谢。主席是不是很久没有跟侯市长同台？那当面同台，会不会希望他对于公投的表态再更明确一点？因为党内的人，很多人都觉得说他昨天那篇文章有点看不懂。其实最重要的是呼吁大家在最后的关键，尤其是这个礼拜六，一定要出来投票，因为公投是民主的展现。面对目前执政无能又阿爸的民进党，我们只有全民站出来，我们跟民意站在一起，大家支持这次公投。现在民进党就有人解读说，现在你最高兴，因为侯友宜可能在蓝营的气势比较弱了。我们再一次强调哦，大家现在全民拼公投，对于目前执政无能阿爸的民进党，我们必须跟人民站在一起。国民党有国民党的立场，在野党有在野党的天职，我们必须跟民众站在一起。我们不跟民众站在一起，谁跟民众站在一起？这四个主题，我要请问民进党的朋友，摸摸良心想一想，你真的要莱猪进口吗？你真的要破坏千年的藻礁吗？你真的要让台湾没有稳定的能源跟干净的空气吗？你真的要浪费我们社会的资源，让公投跟大选一定要分开吗？所以呼吁所有的朋友们想一想，赶快站出来，用公投选票告诉民进党，告诉执政当局，你错了。好，会觉得侯市长有尽到在野党的天职吗？我再一次强调啊，侯市长跟我一样，呼吁大家赶快出来投公投票，用我们的公投票站在民意这一边，告诉执政当局你错了。